一个半岛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往第二个半岛出发 ，Few Ton，Few Ton， 哦、，Good，Yes， 传说中的猪笼草。啊，对嘞。哦。好、Yo everybody， 神山之路崎岖不定，一路都是森林。耶、他们在上面下住来了。好吧，我们出发吧。Yo baby，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瀑布，这次是有一个很长的桥的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这样看到，阿迪跟阿曼已经在桥那边影像了了。然后你看啊，医保来的阿英也走过去了啦。And then Sarah， yo good man。OK， 这个瀑布叫做江巴丹干洞，这里拍就是为了要拍这个瀑布啦。来，你看，那瀑布一路这样子是往下流的。然后这个时间，那阿 Cat、阿亮，我们的万水总统大人也到了啦。还有另外两个马六甲来的，耶、yeah, baby， 哎，有东西吃啊！要吗？不要，机会快，不要。要来冲凉哦。哎，麦姐呢？哟 baby， 在下面拍相了，来吧，这就是我们神山的第二个瀑布了，是从山上流下来的。阿龙这个时候想跳下去冲凉了。耶、yeah, 赢，那边赢了咯。看，大家看到吗？深山的水真的是清哦，简直就是很 pure 的山水。Yo， 来吧，我们过桥吧。要全部烧烧了。深山过哟。Everybody，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瀑布了。哇，好美，云干花又多哦，你真系啊。Yeah， Sarah。Hello。Yo， baby， 阿亮。哎，不是，阿龙在背后。来吧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大家，这是第三个瀑布了，又来渡桥了，已经往上爬了。OK， 欢迎大家又回到来我们 Few Ton 这边。那你看，现在差不多平均已经跑了接近三个，哈？3.5了。每一个的样子都冤冤来来了，可是我们还有很遥远的路途要去跑，加油吧！嗯。OK， 我们到了，这个是第四个半道了，大家已经开始坐在这里吃东西了，其他的会员也陆续离开啦。Oh yeah， 贝贝，贝贝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第五个半道啦，真系山穷水远。阿亮看这里，摆个 Few Ton 的姿势。Few Ton， 耶，别别，耶，谢啦。还有 Ivy， 耶。还有你来做个手势。外面是很美的风景的，你看到吗？超完啥里出来去了？超的。啥里呢？对不起，我们现在不是在神山，我们现在身在仙境，所以你看这里简直是你发梦都想不到的，多么优美。哟 baby， 多漂亮的地方，哇，天哪，耶、yeah.很喜欢自拍了，是吗？Yes， 这头就是仙境吗 ？OK， 一、Yes， Good。Yes， 我们是这一次下了噻。对啊，下了那边，再上那边。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！多漂亮！
哇！嗰幾個天使仲係天堂添，冇著心嗰啲，肯定係天天堂啦。如果多幾個天使，仲係女嗰只，簡直就係天天堂啦。各位 Filton 的 member， 你们好。那这个找到很久，终于找到非常非常多的猪笼草，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在神山这里最出名最出名的东西了。据说猪笼草哦，遍布全世界哦，总共有整16个品种，而你在神山哦，你就可以找到12个品种了。好野啊！全部猪笼草，那边还有很多，挂到满满。OK， 几多？OK， 这是 0.5 在神山的采访报道，报道完毕。